我不想到爸爸的工厂去工作了，女人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创业。婷婷对新加坡的环境非常熟悉，所以请她来给你们做向导，不要看着女人就晕了。净冤枉我，我来跟你跑，我一定会赢你的，我才不会输给你呢。你来了，想不到我这么快赶来吧。哎，风和又如你金色多一幕。你误会了，难道你这点信心都没有吗？